来，先把十兜里的东西看一下，再决定要干嘛。你看一下这里有谁？你当我是塑胶马鞍鞍、马祖婆，还有 GF。这什么鬼？哎，现在聊天室怎么变在上面了？卖修桥鬼哦，官方。哎，官方修桥鬼呀吧，把聊天室移到那个地方。官方，好超过，好超过！天哪，这官方。哎，都讲完了，那开始讲娃娃呀。其实本来是要先讲装备的啊。安塔瑞斯，其实这种应该是直接是这个了。好，这个塔是土字旁，然后瑞是王字旁，OK 吗？然后，哎呀，这有一些死棋跟恶魔也是会在里面的，冰女也有然后有人就会好奇说，哎，棋之后往哪边介绍？都会往这里介绍，所以他这边就只有新装备可以看呢。真是有点佩服这个手游啊。对啊，然后还可以直接比较这样。